我冇乜留意到喎，同埋因為我甚至都冇乜話係全天候抱住電台有冇播自己嘅歌，因為其實做音樂出嚟都係想大家有共鳴，即係可能大家聽完會覺得我有啲諗法、有啲感受，我就已經好滿足噶。咁所以其實電台有冇播放係即係可能大家會關注，因為會影響到個成績。咁但係成績對於我嚟講又唔係話一個好即係唔係首要咯，係。